针对新冠肺炎的疫情，高泰城科团队发表了一组全球亚洲游客全天中快速起降检测的图，十五分钟就做到雷顿人体内新冠病毒核酸抗原同抗体的数值，排除加饮食加用食的误判。那位的国内的疫苗研发进度方，实验数是参考美国十一日天出的 EUA， 未就该禁忌使用输血。天出台湾本土疫苗 EUA 的条件，是为天一期临床试验差不多3300人，同时最终一张页确定是安全有效果的，就做得国内量产100万剂。也个疫苗研发的时间表，请假为的2021年上半年就会完成。参与 USB 晶片、电力检测仪同检体，检查开关一套全体量快速检测系统，15分钟就做得到输出分析感染长度，排除目睹无法端出来假阳性也假阴性检测结果。那 COVID-19 的那个快筛的话，现在是定性的，然后它把它扩展到定量。那经由模组化的方式的话，它的这个整套平台还可以用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应用。交通大学中山光速高速林一平带两个乘客团队，透过云端资料连接，做得随时监控本地地图感染变化，提醒医护人员注意得到病人情形来隔离，也做其他医疗处置。也是团队积极顺势完成 IRB 的申请，得到美国 FDA 紧急许可申请临床测试，安顺同2021年量产上市。台湾现在是相对非常安全，但大家可以知道，其实海外还是非常的严重，因为海外这么严重的状态之下，我们这一台的快筛，不管是在公开的场合，或者是在机关团体、学校，我们都可以提供非常快速而且是明确的判断。那头国内疫苗研发的临床试验没有倾斜发展，国内三间疫苗业者，包含国光、高端同联亚，提起临床试验多头年代前完成两门注射，所以提起临床试验有3300人，韩国最终一张页抗原完全有效，足足得先2100万剂。因为当前没有可用的药物的情况下，我们会是在第二期临床试验做完有初步的疗效跟安全之后，我们就会让它上市。我们明年如果说授权它 EUA 紧急使用上市了，它同步还要做第三期临床试验。实验数的参考，美国十月提出 EUA， 提出台湾本土疫苗 EUA 条件。实验数没强调，紧急上市三方原则是安全、有效同品质。新冠疫苗研发还是同核准新药的标准同样，提出完成三期临床试验，韩国资料完整，张拿到药证，韩白还讲其他国家认同台湾 EUA， 药厂没做得将疫苗卖去国外。下个新闻林伯云、范秀妮、庄永修台北报道。